各位好，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即马即个时间由我来甲大家介绍有关咱海洋一寡个情形，咱未来执政了后，对咱台湾这块土地四边都是海，这海的资源这海的事项要怎来管理？我提出一寡我家己的看法来和大家分享。咱台湾和世界一寡多数的国家同款，四边都是海，咱无法度逃避对海的认识。伫过去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管理台湾的时阵，伊是一个大陆的国家，伊国土内底本来的概念拢是伫陆上伫经营，对海因无哩感觉讲海有啥物重要性。对中国这个国家走来台湾流亡来台湾了后，有缘有迄款的想法，因逐工都想要等于反攻大陆。逐天较想的，就是因迄个黄河甲长江；逐天较想的，就是因的山甲因的河。对台湾，伊无认为台湾是伊是要踮遮长久伫遐大个所在。所以一开始对台湾即块土地建设，伊都无甲海洋放伫心肝内底。反倒转惊台湾人因为接触海、了解海，有含外口接受的机会，所以伊要让台湾人唔知影外口世界发生什么代志，怎个海甲你靠起来？因为透过海，真容易，咱就一件物件用入来，一个资料用入来，人会用进出，所以海防变作中华民国控制台湾一个足重要的手段。而且伊甲咱教育，甲咱讲海是真恐怖的所在，所以啊，小学咱有会较年纪较大个，拢捌读过小学有一个文章，叫《风这么大，天这么黑，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伊对海和台湾人的教育，就是足恐怖个，去无一定有法度回来。去海边佚佗，有可能会和海水给堵死。去海边佚佗真危险，海鹰那像鬼共款，会甲你掠去。所以咱自细汉，就教育咱的囡仔，莫去海边，莫去水边，因为恐怖、危险、遐有鬼，会甲掠，会死伫遐。但是，这敢是海真正的面目？到了后期因为一直开放，开始咱的囡仔、咱的国民有法度去接受着海，接受着海了后，嘛是同款，即款传统的概念，去用教育洗脑的错误的思想。一直嘛，伫咧管教咱的囡仔，莫去接触海。这是第一，咱未来执政了后，接到政权了后，必须要透过教育，透过作些种方式，爱让台湾人了解，咱台湾四边拢是海，咱无法度躲避海，咱必须要去认识海，必须要去了解海，而且爱和海斗阵。未来要怎做？我只提出四个概念。是咱对海要有一个经营的概念，要使用的概念的时阵，咱爱有的四个基本的概念。第一，就是海权的问题。海和陆上的迄款界线无同款。伫陆上的国家，讲这边是阮这国，那边是恁这国，真清楚。其他地个线划落，这就是阮的国界。那边就是你的国界，超过这条线，你都要办护照，你都要检查。但是海的，海占全地球的面积70%，所以大部分的所在拢是海。而且海，伊迄个平地，伊迄平的所在，你一直在变化。有涨潮甲退潮，海涨起来，你本来看到迄个点就无去，海也退落去，足侪所在拢浮出来。
啊，所以到底伊要哪来认定讲，这边是我的，那边是你的，而且海遐大，到底啥物范围算作你的？咱即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讲三海里。三海里以来，哦，国家三海里以来叫做你的领海，就是你人要甲你经过的时，算作你的国土同款。啊，但是国外咧，国外足侪海，尤其是国家也较侪的小岛，我凊彩拢嘛烧塌，啊，烧塌要安来解决烧塌的问题？什么所在是你的？什么所在我的？什么所在是大家的？啊，这个海权的认定，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加观念。啊，这个是一个进行当中的一个啊、科学爱来认定，爱法律上、法律上爱来认定的一个区域。啊，所以咱会记哩啊、今年年初啊，无外久进前菲律宾甲开枪拍死咱的渔民，啊，拍死了后，就开始有这个海权的纠纷。你是不是活该？活该去因菲律宾的经济海域去甲掠鱼？啊，你活该，我当然有权利甲你管，有权利甲你拍。啊，但是世界上像菲律宾这款做法其实是无。你看日本先进的国家，那有当只渔民活该，伊安那也先来警告，警告你也无听，第二伊就用甲你管，伊船比你较大只，船比你较勇，伊用船去甲你弄。好，你的船无法度顺利伫遐掠鱼，无法度顺利向前行，这是正常文明国家来处理海权一个足定定用的手段，无人咧开枪的啦。除非你有对伊想要挑战，比如讲你开枪要去遐弄，伊当然该开枪开炮，还是讲你先开枪，伊才会反手。无一般正式啊、哦、一流的先进的国家，无人先敢开枪的。啊！但菲律宾真正是落伍，因的啊海防人员的素质也真差，所以你若到尾看到影片，你会发现讲，这个人菲律宾海防这个人，伊是把这个海防伊的任务当作打蜡的这款精神在遐咧耍。伊发现讲哦，我抓到啊，抓到伊就开枪，大家在遐练枪，所以无小心把人打死人。伊即马爱负法律的责任，啊！你这件代志，咱嘛发现讲，台湾伫含菲律宾处理这件代志时，发生一个足大的问题。因为台湾即马统治的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全世界拢知影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个流氓的政权，你无主权，啊！你无伫台湾这块土地主权。佫较免讲，你台湾领海主权，啊，所以菲律宾根本无向你讲，你无资格向我讲。伊感觉讲，找恁的老大可能还佫会用讲，伊怎找唔着人，去找着中国？中国敢要向伊讲？中国敢向伊讲吗？到尾是谁来处理？伫美国的国务院，迄、那个发言人叫做 Jennifer， 迄、那个发言人去用问差不多十几摆，然后。伊进前拢讲，阮来调查清楚，甲表态。但伊调查清楚，伊表态咧，菲律宾虽落软，本来中华民国派检察官讲，哦，伊要去共调查，要去看影段，要去共问因遐个啊海巡的人，怎啊一个手就去菲律宾甲你挂出来，讲你是啥，你就是恁啥，全部讲话等于。啊，但是到尾啊，美国出声了。哦，伊就乖乖啊，予咱的人去啊调查，伊嘛派人来道歉，嘛认错，讲要赔，无真正要赔，是要用民间大家钱啊，遐、个代缴的钱，轻轻的讲，好啦，安尼就钱予你啊，卖差，想要用这款代志个付付做煞，人因无责任，但是美国就出声了，咱大家看到菲律宾虽把这个人调起来，来两边。共同来处理这件代志，所以海权的问题，咱第一会去拄到咱的渔民，咱的这些百姓出伫海面顶伫活动的时，是毋是会受到危害？咱要讲咱的渔民，咱的人民讲，你倒位是咱的界线，你袂使超过。啊，超过先要来处理这个纠纷，这个海权的问题，对咱台湾未来
爱做重视。咱若无了解人海权是安尼来决定，海的领域要安尼来决定，到时你就会用拖累公共事。简单讲，像咱台湾主权的问题同款，咱足济前辈伫进前足努力的想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哦，第一想要用革命，要推翻这个外来政权，要赶出去，赶袂出去，去互攻，去互拍，去互掠，去互抬，到尾想讲啊，无用选举的，啊选到尾啊，互选着总统，啊变啊选着总统做八年，伊结果甲大家讲，我无法度。无法度达成，甲大家交付我的愿望，台湾要独立。啊，但是嘛，佫一群人没有无私心，继续要追求台湾独立这条路。啊，到尾啊咧，咱若今仔日无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用战争法来和美国相告，来告到尾啊，美国爱出面来解决台湾问题。大家想看卖，用目前这大牌所有人的思想佮理论。完全无可能来解决台湾问题，只是个美国一年搁一年一直拖，用模糊政策一年一直给他拖，拖到伊欢喜甘愿来解决。海权嘛是同款，咱若无对海权的法律有清楚，你要含人谈判，是继续用骗，还是讲你讲了无道理，人感觉你来往花，无爱含你讲。所以海权未来对咱一个海洋的国家来讲，海洋法律。咱嘛爱足找专门的人，啊来做这个研究甲处理。第二个部分就是生态保育的部分。啊，对足侪人来讲，生态保育的概念，拢啊个停留伫讲啊生态，就是因为咱有足侪稀奇哦，其他的生物有鸟啊足水，鱼啊足水，啊蝴蝶足水，啊模糊无去，啊爱保留起来。按后个阿伯祖子孙到度啊，继续看遮水个啊，遮动物甲植物。啊，咱嘛用因为遮水个动物甲植物吸引外国个观光客来台湾参观。譬如讲英国，因有一种旅行团专工来台湾看一种鸟啊，叫做南富鹇，迄台湾个特有种，甲台湾有啊，即款鸟啊，伫外国人个心目中，这个鸟足水足奇卡。很遗憾，啊嘛足搞怪。啊，伫山顶个时阵，啊，我唔知你捌拄过南富鹇无？我有一段时间啊，每个月拢爱去山顶啊，唱水去做调查。哎，南富鹇啊吼，哦，你啊无注意啊，你无爱叫夹伊，伊啊看到人啊足搞怪，伊啊飞来，肯定无爱夹走。啊，所以这鸟是足奇卡个鸟啊。英国人伊甘愿开10万块个代票。坐飞机来台湾，刚一目的，就是要看南富鹇。啊，全世界嘛有足侪即款国家用生态来吸引观光客。一个足有名的就是澳洲，澳洲伊有大堡礁，伊有足侪伫北半球无法度看到的风景，自然的风景，包括足侪生物的风景。啊，伊吸引足侪人去澳洲参观、去观光。伊赚的钱，伊占因 GDP 的70%。澳洲的 GDP 是咱的3倍。啊，人赚遐侪钱，伊平平2000几万人，咱嘛平平2000几万人，但是因一个人赚的钱是咱的3倍，因足侪钱是安尼赚来的。因为生态保护了真好，所以你有个看到遐足自然的风光。啊，台湾呢？台湾咱生态保育，敢是干啦？为着这个目的，把咱只个鸟啊、鱼啊、啊足水的生物，甲保留起来，予咱的子孙哦继续呾看，予外国人会开钱来台湾观光，看只个水的鸟啊、甲鱼啊。其实生态保育目的唔是干安尼尔尔，咱头拄讲的为着观光、为着赚钱、为着咱子孙有法度欣赏，这是第一层的目的。有一个更加深的目的，就是生物在这个环境内底生存，不是每一种生物，伊对环境的忍耐程度是同款。譬如讲，咱人来讲，咱若讲空气有污染，哦，你爱平常哦加臭，你讲啊，这空气有问题。水，你爱啉着讲哦，水有怪味，你感觉啊，水有问题。
你要看 K， 你要讲哦 ，K 那也是无卡讲，啊变乌变臭，鱼啊死浮起来，啊你讲水有问题。但是生物作者生物伫这个环境内底，免加遮尼啊严重，依然感觉伊袂大哩，伊会死乎你看。所以伫这个环境内底，只要有一种生物伊无去消失去，代表一个现状，就是讲这个环境有咧改变。所以生态保育一个较深的概念，就是讲，咱来保护这些生物活在这个环境内底。每一种生物，咱即马有看到的，应当要继续一直活落去。伊一个上界大的目的，就是咱来保护咱的环境，袂使好改变呢。但环境只要改变，一定有生物会无去。啊，生物的无去，比咱人较敏感。所以生态保育较深的概念，就是要避免环境改变较足严重时，咱才发现。伊打一个改变，无啥拄好，有诶生物无去，你就发现讲，哎，这个生物先来无去，安表示环境有问题。咱伫啊科学上啊有一个足明显诶咧，足有名诶咧，你绝对毋知影水有问题，但是因为看到生物咧改变，所以咱发现讲啊有即款诶污染，迄就是叫做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对咱人来讲影响足细，水嘛是足够清诶，啊水嘛无臭味，啊但是啊鱼啊嘛无死去，但是伊内底生物为一种螺啊啊螺，伊本来是刚向部诶，是差不多一比一诶比例，但是生物科学家调查诶时阵，一定爱看讲啊，即有啥物啥物款诶生物啊有几种，而且。刚的某的的比例都是调查的重点，结果有一次去发现说那溪里面那螺啊螺他怎么都没有某的，全部都变刚的，这对生物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是怎样，因为没有刚的没有某的他就没办法生，他一定要有刚的有某的才能生后代，跟剩刚的怪怎样无偌久，这规个族群的拢无去，啊，所以这是安那来的？那忽然间，一进行调查，刚的某的一比一，那愈来刚的愈多，某的愈少。啊，有的所在差不多拢是刚的，这是安那？是变态去变讲啊？后摆拢是单性生殖吗？拢变无性生殖吗？不可能啊！那突变不可能较紧啊！去找原因，找原因，原来水内底。因为咱使用的物件，有一寡物件对这些生物来讲是一种荷尔蒙，荷尔蒙主要影响伊无法度转性，所以生出来的后代每一个拢变作刚的。因为这个荷尔蒙的关系，母的嘛会变作刚的，啊，所以伫规个区域内底全部拢变作刚的。啊，因为找到原来水内底。虽然水够足清的，水嘛无变臭的，鱼也嘛无死去，但是内底已经有咱人为放落的物件，会影响这些生物。啊，所以因为找到这个原因，赶紧把这个原因改变。哦，咱水要处理，还是要倒，还有咱所使用物件内底，咱来考虑有啥物件袂使用，有啥物件对环境有影响。啊，所以这是一个足有名的，咱阿袂甲。水变臭去，变乌去，鱼啊死去之前，咱了解水已经变无同款了。咱也知影水无同款，因为水已经把住伫水内底只生物改变。啊，未死去之前，咱已经发现啊。啊，无你后摆阁过几年，咱变工的明年就可能无生啊，无生即区域只生物就死啊。啊，所以生态保育第一个概念。较初步的概念，咱可能刚想要把这些水的物件保留起来，但是更加深的概念是为着咱环境要维持同款，咱的子孙要活在和咱同款的环境内底，来做一个以形以防的一个测试，咱来让所有的生物，含咱即马有带到阵的这些生物，拢必须要有法度活落去，这个环境代表伊无改变。所以，这个生物一直改变，是代表咱环境一直改变。咱确定来讲一个叫做全球暖化。咱地球愈来愈烧，这地球愈来愈烧。咱头先讲，咱进前因为无处理，
到即马地球愈来愈烧，所产生的效应已经愈来愈激烈的时阵，咱即马要来讲，地球个放互较冷诶，看到温度卖哦增加，还是讲互冷起来，已经真困难啊。所以生态保育一个较深的概念，就是咱有法度透过其他活伫即个所在生物，伊有到底有法度活落无，来检查咱环境有改变无。所以这是咱未来台湾爱足注重的一件代志，嘛是全世界人类对咱的环境，咱要阁住伫地球这个所在，咱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代志。第三点就是永续的发展，永续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一挂资源是用了就无啊，譬如讲石油，石油。全地球石油的存量是固定的，因为那是古早时代大地土壤所演变出来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再生，它就固定那些量，所以石油就是用一粒就减一粒。我们知道台湾在这些全世界石油的存量里面是唯一还没开发一个很大的油矿的地方，所以美国日本全世界对台湾这个所在有石油，大家拢知影。即马有权利会用来开发这石油的，就是美国啊，甲日本。咱未来真正要甲这石油拢抽出来卖钱、换钱、当现金来用吗？这是咱必须要思考的。石油这款资源是用一粒就减一粒的。那用了咧，用了有两个效果，一个就用。后摆你就无油通用，油嘛是同款，会愈来愈贵。第二，即本来带你涂骹的物件，你甲烧，摕起外口烧，烧烧的会变成啥？变成二氧化碳。咱确定来讲，地球现在愈来愈烧，就是因为咱人开始用石油了后，因为石油本来带你涂骹，咱全地球面顶你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有限的，用烧茶烧。就火炭有限，但石油本来带伫土壳，你摕出去烧，烧烧本来带伫土壳，遐本来会变成二氧化碳的物件，你摕出去烧伫空气中，而且迄款烧的速度比你烧茶、烧炭较紧。像安尼，所以咱若甲石油全部抽出来当现金，其实对咱所住的环境是真不利的。所以咱未来要开发的。要发展的，要有这款概念，什么物件用了，伊用阁继续用，用了袂无去的。我讲一个咧，伫澳洲，因有大堡礁，人常常去遐畅水，去遐观光，安尼有足大只石斑，比人较大只石斑，大家拢去遐欣赏，含一只大只石斑欣赏张相，登去做纪念，代表你有去大堡礁耍过。一只大只石斑嘞，你要欣赏欣了，一只石斑会走去带，嘛是搁伫遐。咱台湾对石斑安怎处理？咱台湾石斑拢咧想讲，这石斑爱安怎煮，安怎料理，较好食，吼，安怎料理啊，较解渴。伫台湾石斑拢伫桌顶，所以咱台湾。用这款方式来处理石斑，不管咱台湾的珊瑚礁无大只的石斑，伊阿袂大只，都拢伫垦丁的海产店摆伫遐，等人拣，确定煮煮的，看是要煮汤还是要煎。台湾对生物的概念是安尼，不管咱的鱼也愈来愈少。你甲一只鱼啊，你甲欣赏，甲欣赏上，提灯去做纪念，也是讲用刺青啊拍起来，提灯去食。这只鱼啊，就关系永续发展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你甲欣赏，迄只鱼游玩伫遐，伊永远后一批观光客来，佮欣一张相。所以只鱼啊，伊用欣足一摆。但是你啊，拍起来食，干一阵人有法度食到迄鱼啊吧？过来，迄只鱼啊就无去啊。所以永续发展的概念，伫咱台湾必须要来执行。上个重要的就是咱台湾其实天然的资源真有限，地球的资源嘛是真有限。美国伊
已经发现到地球未使够一直靠石油，所以咱大概发现去年啊、今年哦，迄、光电产业哦，足发展的，遐股票起价乒乒乓乓，所以做太阳能的好拢赚钱，是安那？因为未来太阳能就是另外一种永续发展的一种能源的概念啊，太阳底下，你敢提一个太阳能板，把伊的太阳能转变作电，明仔日头照常搁起来，后个日头搁照常搁起来，伊袂因为你敢提来发电，伊的太阳就愈来愈袂光。哎呀，愈来愈袂光，还是足侪年足侪年，咱地球唔知够存在诶以后的代志。啊，所以咱永续发展的概念都爱存安尼，存潮汐。伊逐工都爱个涨潮、退潮、涨潮、退潮，伊袂因为你利用涨潮甲遐力用掉，啊，明仔就涨潮就无中法管，伊袂。所以永续发展是咱未来利用海洋一个足重要的概念，咱袂使一直甲靠、一直甲靠，早晚会互咱用了了。第四点就是国际合作，台湾真细，咱毋是像美国。美国的海洋部，美国海洋部管的范围，差不多全世界去管了了。南极、北极有海的所在，靠着海的所在，拢去管着。海影响气候，影响足大，所以连太空伊嘛爱管着。所以海洋，因为要观察海洋，无可能讲哦，咱来看，开直升机来看咱即区有安那无，无法度。所以海洋爱用啥看？用卫星看。卫星就会看到整个海全部有发生什么事情，有法度掌握。所以在美国的海洋部，哇，管天管地管南极管北极，全世界管了了。台湾如果要发展海洋，我们到处像美国这样全世界管了了，不可能、所以尤其是我们国家这么小，我们的资源这么小，我们的人才也是这样有一个小的数量而已，所以必须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和世界各国利用别人的机器、别人的资源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且台湾的问题要把它变成是国际的问题，大家共同有兴趣想要解决，就会大家的资源来拿进来。这都要动头脑的，这不是靠有气力还是说有钱的，这是要动头脑的地方。国际合作对台湾人、国英存、国民党甲咱的教育，拢无即款国际合作的概念。中国人伫台湾所学甲咱用的教育是啥？叫你都爱做第一名。所以咱自小学开始考试，全班都在比谁是第一名。全班干一个第一名。所以咱为着要争取迄第一名，咱哪会用和人合作？我读的东西跟你说我读啥，你就和我考编一个分啊，谁第一名？无小心我无注意，佫互你第一名去呢。所以咱永存所受到的教育就讲，袂使和人分享，袂使和人合作，都要暗砍。这中国人上计较的，而且这暗砍目的是安那，是要做第一名。做第一名，伫你的学校考第一名，你会感觉世界你是第一名同款。中国人一直教育你要做伟大的人，但是你唔知影什么叫做伟大，小可赚两仙钱啊，你就感觉是好个啦。中国人一直教育，感觉家己上高。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夜郎自大，佮中国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伊基本上嘛是另外一种夜郎自大的性情症。我伫阿伯出国之前，我受到的教育，甲我讲中国。是安叫做中国？因为伊伫世界中迄国，世界以伊为中心迄国，所以中国甲叫做中国。我顶礼拜上课，一挂中国来学生，我讲这个咧，伊讲对啊，伊嘛是安尼教中国，伊嘛讲是安那叫做中国，因为世界为用中国为中心，所以伊叫做做中国。我这个概念去英国留学的时阵。我伫第一礼拜，阮老师请我去因家食饭，所有的同学拢去因家食饭。食饭，我第一件代志，我看到餐厅有一张地图，世界地图。这个世界地图，我一看讲啊，因个地图画唔对伊啦。
我讲头先，恁地图画了无拄好哦。伊讲啥啦？你的地图那个英国坑里中，啊那中国坑里边啊？你敢知影啥叫做中国？我甲上一课，中国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所以伊个叫做中国是世界的中央迄个。我老师嘛不爱交我钱，伊甲我问两个问题。伊讲来，你若讲中国是世界中央迄个，我甲你问，你捌听过远东无 ？Far East。我知影知影，台湾就是拍远东区扫棒赛啊。啊，你知影中东无？知影中东就是伫咧烧钱啊，就足济迄个所在嘛。啊，佫有一个所在叫做近东。近东对土耳其呀，吼，迄个迄区域的，伊讲啊，是啊，那个远东，是啊，个中东，是啊，个近东，以相为标准，讲远东，我唔知道，来，我来讲，就是用英国啦，离英国上界远的东边叫做远东，佮过来，较靠近的叫中东，佮较近的叫做近东，结果我甲迄个中国学生讲安尼，伊讲无啦。是哪叫做中东？是以中国为标准，我讲啊，无你的中东，好，阮讲的中东，敢无讲一个中东吗？你所讲的中东是中东发生战争的中东，敢毋是？对啊，啊，敢伫中国？毋是呢。啊好，你阁毋甘愿？遐中国学生阁毋甘愿？我讲好，阮老师阁问我第二个问题。伊讲你知影世界拢有时区对吧？阮即个去美国，吼、哦，飞一个够远的，飞一个差含台湾差12点钟的。都要含咱台湾地球的对面，还飞就够久的。我讲啊吼，拜托后摆莫阁叫我去。迄间要坐上飞机，想讲过来10几点钟，伫飞机顶坐拢袂叮当啊。迄那坐加罗同款呢。啊，所以大家拢讲辛苦辛苦。我甲大家讲，去美国真正是辛苦，尤其去华盛顿，迄毋是人坐飞机，迄真正吼后摆叫我去，真正爱提钱拜托我去，无我不爱去。时区安那来？时区，咱叫正七，哎，正八，看夏令时间、冬令时间。啊，正七、正八，啊个负八，迄是为带来零里的，全世界时区零点里的，大家知？格林威治里的，伫英国，我跟老师甲我讲，呵，你知影有时区？你敢知影时区零点？我知影格林威治，格林威治伫英国，安尼世界以相为中心吗？世界敢以用中国为中心，伊较早滚靠面啦。世界是以英国为中心，为英国来做时间的标准，一下做零点，好，伊降这边开始加1点钟、2点钟，倒这边开始减1点钟、减2点钟。远东、远东、中东，这些拢是用英国为中心，所以搞我问讲啊，安尼讲。像是世界中一个，我当鸡嘴变鸭嘴哦。出国真重要，出国有法度知影无同款的思考，无同款立场的思考。咱台湾所受的教育，足不爱和人合作，人讲感觉家己搞，所以台湾听到一句话叫做“恁爸”，对吧？啥讲恁爸？恁爸就是我是恁老爸，我讲的就是对，你也听我的。这款的思想甲看法，都是夜郎自大。所以你感觉讲啊，咱大家想，咱家己想拢是对的，咱家己好，家己想家己对。就包括讲，我常常讲，咱出国要送人物件，咱感觉哦，这台湾这上好，摕去送人，对别人来讲，无一定上好的。咱要送人物件，要让人欢喜，感觉讲哦，你送的有价值。爱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思考，人收到啥才会欢喜？唔通甲领导的在破布地讲吼，这上好摕去送人。中国某一个称呼讲野人献铺有无？哦，一个足真卡的，屋里上寒天日头出来，日头下骹晒甲足烧的，足舒服的，就是讲皇帝可能唔知影有遮爽的代志，较紧要来甲报告。台湾人受到中华民国中国人这个教育。唔知道世界有偌大，感觉家己上高，开始感觉别人话真高先，惊去用赢过，嘛不爱和人合作。即我做学生的时代，我看我的老师足侪拢是即款的精神，不爱和人合作，惊和人合作，怎啊鬼用规划旁去？但是我到尾去美国、去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发现讲，只要你也较有功夫，只要你也厉害，其实你唔免惊外国人。拢是照
定出来，因外国人对合作做有概念的，合作就是你有出偌济力，我出偌济力，咱会算啊足清楚。你贡献多偌济，我贡献多偌济，咱算好清楚，啊来分后摆咱啊的利益，还是讲咱的被方付出的代价方认定爱偌济，清清楚楚。所以你只要有本事，你唔免惊和人合作。啊，这是咱来真拍拼去拍破的一个概念，嘛，咱爱努力爱建立的一个概念。啊，为着这个概念啊，咱有六个工作的方向啊来执行。这就是后摆海洋要做的六个足重要的代志。第一就是法律的研究。咱头拄啊讲，咱若对法律无了解，咱无法度处理台湾主权的问题。同款，咱对海洋的法律无了解，咱无法度未来和外国来处理咱海面顶的纠纷的问题。第二，对海洋的安全，咱海洋的国家，凊彩打两步就行到海，去海上，包括海岸，咱的安全的问题，海内底有海水的问题，有海内底生物的问题。这种有诶，会影响到咱诶安全。像即卖台风，啊，船啊伫外海，啊，发生问题，要怎处理？咱要预防，啊，拄着情形，要怎来处理？这是未来海洋安全，唔呐保护咱家己诶国民，而且嘛爱保护经过咱领海、咱诶海域面顶一挂其他国家诶国民。第三点，对海洋资源。利用和保护海洋的资源足济种展出，有物理的资源，有化学的资源，有生物的资源，啊，佮有伊面顶所带来附带资源。啊，即个资源要安来处理，啊，要安来保护，即部未来爱有一个专职的单位来处理这個。对中华民国即马来讲。中华民国简单讲，就是伊根本无迄个心，想要伫台湾建设加做长期的管理。所以咱所有的政策拢是想甲到做甲到。啊，而且受到财团的影响，足侪代志拢扭曲去。包括咱有看到的，伫台东有一个海洋深层水的产业。啊，这个海洋深层水去抽海水起来利用，啊，甲大家讲，哦，这海洋深层水偌清气，啊，用摕来做淡化以后，会用做水来啉，内底有微量成分，你绝对啊，对你身体真好。这个资源啊，要安怎来处理，袂用变成一个产业哦。这个产业是真的，还是虚构的产业？在海洋生存的这个产业里面，很多种骗局在里面。因为他跟大家说，海洋生存水在台东那个水源是在北极，不曾接受过文明污染的冰，游去之后有一个叫大洋环流，为北极流都没浮在水面，流流来到我们台东的外海，所以600公尺遐水甲抽起来，是无经过文明污染的水，啊，甲淡化了后，哇，咱人食咧对身体有一挂你想袂到的好的作用，这完全是欺骗。第一，根本无这个洋流；第二，遐水嘛是受到足大的污染；第三，遐微量元素完全是骗局。咱人活伫这个世间，咱需要啥物物件？需要什么营养素是演化来的？就是讲你的祖先，你的祖先，你古早一万年前的祖先，伊伫地球面顶，伊有得食到的物件，啊，食就掉活落来，食唔掉就翘伊。啊，所以今仔时啊，活伫遮，是咱的祖先拢一直食掉的物件，伊食的物件对伊的身体的营养的补给有需要，拄啊好维持伊的生命，所以一代一代，甲咱传讲，咱就爱食这個。啊，所以咱维持人的身体，啊，这个环境，你有法度找到会用维持你生命的物件。
海洋深层水，咱的祖先人类的祖先无一个捌拄过。海洋深层水内底成分，咱祖先伫演化的过程当中，从来毋捌拄过。啊，你凭虾米用多一种的学历来讲，咱有需要这物件？这完全是一个骗局，生理的手法，因为人拢看到机卡毋捌食过，拢会想要试看卖。甲你讲好，好，这偌补，偌食落偌用，偌强，你就去食。这完全是一个生理的手法。后摆海洋的产业的发展的概念，都爱撇除这款为着要做生理来做生理的一种做法。啊，咱海洋的产业包括足侪种产出。哦，航运哦，船走来走去，啊，伫海顶啊，渔业啊，利用海的一挂观光业，拢是属于海洋产业的内底。咱海洋产业未来的管制，就是爱处理咱头拄仔讲的迄款的，会骗人的。海洋，迄海洋深层水，迄是国家经济部、中华民国经济部许可的。嘛，补助台东县政府来共同开发的一种产业，就是国家和财团共同来欺骗人民，所以这是一个足可恶的代志。后摆产业全对袂使有这款情形发生啊。第五个就是海洋的教育甲文化，咱台湾对海洋教育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海洋的教育必须要有人去做研究。去了解咱台湾的海、咱的海洋、咱的四边海的情形，韩国国其实无同款。咱先了解咱家己，到后了解世界其他海洋的情形。啊，这海，予咱有啥物启示？咱利用为海学着啥物物件？这海洋的教育，包括海流的问题，咱常来讲，是安怎去海边收水，叫水拖出去，会去堵死。啊，叫拖出去是变安怎？海流不是咱想的较恐怖，即马伫网络上，常常有人咧，有人都市，就有人咧传这款概念。其实你若去予海水扭出来时，你绝对袂使原方向倒头，流出去迄个方向，你倒头想要收得来，你绝对收袂倒来。是安那？因为海流的方向就是含咧小堵。啊，但是只要海，因为海内底水是流来流去的，伊流倒出来，一定有流倒入的所在，都会流倒入两边边啊。所以啊，去予海流带出去外海时，第一件你袂使翻头收，你要收两边边啊，收两边边啊，你就叫海给你塞倒转来，就袂去予海堵死。啊，这是海流，你也了解，你就讲啊，根本去予带出去，免惊，爱收去两边边啊，你倒啊就靠岸，还是讲落去你也要呛水，海流足大时，你就要呛落去海底往白。哦，石头背，啊，你都好多背上来，啊，所以这些概念，咱也有法度了解，咱就教育咱的囡仔，啊，教育遐囡仔有法度亲近海，来伫海佚佗，来探讨海底有啥物，咱陆上看袂到物件。伊第一个啊，目睭看到的，含伊的心，会做一个结合，有法度了解伊所住的环境，其实是生做啥物款。唔，那陆上咱看会到的，海底有足侪种世界，伊嘛都感觉会到，欣赏会到。安尼自然有即个教育，可以敢去接触，可以亲目睭有法度看到。毋是伫讲讲伫影片看讲啊，大家海底有即个哦风景，比如讲呛水，哦呛水来看。啊，即个教育开始，予咱的老百姓后一代。开始对海了解了，伊自然地会形成一种文化。咱的文化就是讲，因为咱对咱外环境的了解，咱的外的这个所在动物、生物、人，佮发展出文化。所以咱啊，佫较了解海时，咱未来台湾会发展出台湾特殊和海有关系的文化，咱就会和外国做一个区隔。譬如讲，咱台湾常来讲。啊，有段时间大家咧哈日有无？啊，有段时间开始哈韩，啊，那人无来哈台，哈台就讲啊，台客无水准，是安那？是安那？咱无法度哈台，因为咱感觉看目睭看来看去，感觉咱拢不如韩国。
汉尼要新调，汉尼要趣味，汉尼让看会感觉会新鲜。无像日本未来，咱要有法度家己下台欣赏家己的文化。台湾人有自尊，等到比予别人甲你学，后摆全世界拢咧下台，伊基础伫倒？基础就是讲，咱台湾透过咱对台湾这个土地、人文、甲生物环境的了解，发展出和外国无同款的所在。人看到你和人无同款的基卡，会想要学，迄就是文化。啊，这个文化的形成，和别人会甲咱欣赏，咱台湾人才活了有骄傲、有自尊感。无咱定下讲啊，台湾人要出头天，台湾人要徛起，是要徛起啥？是要出头天啥？家己管家己，管个迷迷毛毛。你未来含，互人感觉台湾来好惊，台湾一定要办签证，而且爱面试，到陪互你来。中国即马就是安尼啊。我以前要去美国，伫英国要去美国，美国你也要去伫美国、英国的大使馆。英国的美国大使馆是申请签证，有五种身份，一种就是免签证。啊，咱是属于讲用假的资料审查的赛。中国人，伊必须要面对面，伊要看到你这个人，啊，含你讲过话，啊，佮资料送去审查，你有案底无？啊，经过足长的时间，才予你签证。啊，偏偏是对因来讲，黄皮肤的人，是安那差较济，因为台湾人。比中国人较有水准，对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所以咱要互看会起，咱爱有水准，爱有水准，唔呐，咱即摆水准尔尔，咱必须要互全世界感觉咱是一流的国家的人民。啊，唔呐，看起来讲，其实你看起来咱含日本人无啥差别，而且我咧看起来都含世界其他人都同款，拢穿西装冠领骨带。不是这款水准尔，咱必须要让世界人了解台湾有台湾的文化。那感觉讲啊，想要一世人来台湾一转，来看伊所听到迄款，让人会欣赏、让人会赞美的台湾文化是啥？咱来透过教育，透过咱对台湾和人无同款的所在，台海洋是一个和别人非常无同款的所在。第六点。就是科学研究，咱无法度避免科学研究害足济资源，要利用这资源，必须要有科学的基础来支持。咱这个生物要活伫遮，有法度活了足快活，必须要有足好的科学的基础来支持。所以发展海洋的科学是咱一个足重要的所在。但是咱嘛要改变一个足重要的。啊，错误的观念，台湾人因为毋捌做过好嘅人，拢互管，所以互伊一天有权利的时阵，伊所想着是啥？我讲一个例，咱台湾伫啊台南的家庭，应当算高雄的家庭，有一个叫做海科中心。海科中心当初设立的时阵，目的就是要为着台湾海洋的研究，卖去伫国科会内底，含人伫咧抢遐研究的经费。海洋研究真重要，所以专门用一个单位来处理海洋研究的经费，设一个中心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迄个中心的主任是一个台大的教授，伊去做迄个主任的时阵。伊做一个，伊一世人永远做袂到，伊也继续做教授，一世人免想要做到的代志，就是拥有一台海洋的研究船，甲一只三楼悬，吼、哦，咱三楼悬哈大只，迄叫做海底遥控的模拟器，迄只就是潜水艇，无人的潜水艇，内底有摄影机，有手，所以来翕到物件。哦，讲这只足奇怪，会用个抓起来，用挖个抓个，放伊内底，有一个水管啊，啊阿伯个夹嘞，啊摕起来，会用做这番研究，迄只三楼悬几啊亿，伊做教授十四人，无可能会买一只这個，但伊去做海科中心的主任时，
伊就想讲，伊即世人的愿望，就是要有一只船，到一只船，拢总开几啊十亿。啊，结果咧，因为从来毋捌做即块物件，迄只船做好了，啊，发现惨啊，无你考虑到迄个物件遐尼啊大，三楼高，所以迄个物件摕去后壁后甲板甲藏落了，是吧？是吧？藏甲满满满，无其他的空间。但是迄只是要唱水用的，迄只另外一个十公里的江缆，爱放落去。啊，江缆要放倒，你总袂用放船头啊？啊，放船头，阿咩啊钓去准备救迄只？哎，迄只吓尔啊大只，阿咩啊钓起来？我真死啊！船啊做好，是咱台湾上界大只海洋研究船。啊，伊嘛去买一只，咱。全世界上盖好的三楼悬，藏落水底，用藏足深、足深深海研究的迄、那个遥控的迄、那个潜水艇，啊，结果我惨啊！迄台船我刚藏哩，家庭的鱼港，啊，藏哩新达港啦，啊，迄只三楼悬藏哩家庭的迄海科中心，啊，是世界间拜托阿公阿妈，拜托你想一个研究计划来搞用这个物件，无开遐侪钱，拢无人用。这是很奇怪的想法，海洋研究，咱未来在撇免就讲个人的主意，我这世人上界想要做啥？科学家尤其是教授上界惊这款的，教授拢感觉伊做的研究世界上界重要，所以叫教授去做部长，去做这个国家政府机关主管，足足凄惨的后果，就是这个原因。伊认为伊上界办的迄个物件上重要，啊，所以其他的拢无重要，啊，所以行政内底一定拢偏一边。即未来海洋研究，咱的资源经费有限的情形下，咱必须要和国际合作，所以即必须要判读个人讲，我要安那，我要安那，我想要做啥，我做较重要。哦，即科学研究对台湾真重要。但是咱即卖研究足济概念，拢因为去受中国人的教育，感觉伊要做头，伊要做大。我讲的上少，我上敖，我上巧，我讲的就是对。会甲未来研究会破坏足济哦。啊，这是四个概念，甲六个咱未来要工作的方向啊，先予大家做一个了解。过来来介绍台湾的海洋的情形，咱若为天空面顶看嘞，卫星看到台湾，哇，和古早时代比起来，其实差无讲介济。但是咱较近看，其实咱若看到山边，尤其即马台风，你若看新闻，哦，足济即款情形，土石流，哦，啊，这流落来山顶流落来土个石，溪就去吞起来啊，溪吞起来了，水就老无共款所在，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足大的伤害。啊，个海边，咱的溪啊，流到海边的时阵，即个海水拢变色。上界近的一个，咱最近看了报纸，伫台北淡水，遐水鼻子，那变红色的水，足侪海边遐潮间带生物拢漂移。啊，结果是一间工厂，伊讲，因为要甲查封，要甲停厂，伊讲我也无杀人啊，放火是安那，要遮大个处分，迄个当主长阁大细声，然后伫网络一直传即个相片，一直咧批评即、這个当主长，你是安那这么样无天良？伊讲只不过是摆一个废水，你搞嘛干呢？但是未来，咱的处分绝对唔是用骂尔。这付出代价，因为对环境的破坏，你个水流咧，看偌久才有法度把遐物件洗掉。台湾即马溪水流落到海边，同款足侪所在拢是变色。这安那来？这条溪叫做二仁溪，即马较好安尼。迄个进前阿伯整治进前出来是砖红啊色个，咱砖啊迄个红色个，因为软化。拢做者电镀工厂，啊，水就直接给摆落，
拢无做处理。台湾，你也像迄种高铁还袂通的时阵，大家要去台北、高雄，拢是坐飞轮机，飞轮机拢飞出咱的西海岸咧飞。你为当下看落，啊，只要有河口的所在，水拢袂看清。台湾已经无存永存较水啊，无存永存葡萄牙人啊、西班牙人来咱台湾看了讲，哦，那规个较清脆的岛，啊，且无继续存永存较水的原因，当然有人认为的嘛有天然的关系，但这天然作势是因为咱认为去逼天然之后安尼来反应。咱且来看咱台湾四边拢是海，啊，有啥物款？特殊诶，海洋环境，第一就是讲湿地生态，即个就是啊，从溪谷、溪湖啊，海水涨起来退潮啊，咩嘛还佫有水的所在，啊，即拢作平诶，啊作浅诶，啊作快，啊因为即含陆上作密切的交接，所以即拢作营养诶，营养就作者鱼啊爱直接生团，啊即叫做河口。河口的船，他都要看河为山顶，把一挂营养分带来个海。海，咱讲全世界面积上大、体积上大的水体，所以你物件等下拢养个薄薄薄，所以营养分对海水来讲拢足少、足少、足少。啊，啥物所在上济？河口，因为河口就为山顶沿路安尼大。因为伫土壤内底营养分去予溪流，安尼为山顶大带来个遮，所以遮个营养分拢足悬的。营养分悬，遮就会发作者蛇、藻类，遮藻类都予遐生物活用一只生团。所以河口是咱台湾古早时阵，包括今嘛啦吼，饲鹅啊，啊个饲蛤蟆的所在，因为鹅啊个蛤蟆。拢是爱靠这些浮游的藻类做食物，啊，所以常常伫这两边拢有伫饲鹅啊，含饲蛤蟆。啊，鹅啊，它在咱迄条鹅人溪饲到尾啊，怎全世界饲出一个新的品种，叫做绿牡蛎。大家有冇听过？迄牡蛎怎变做绿色的？啊，大家感觉哎奇怪，这是咪新的品种？其实唔是，迄是重金属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了，因为伫个身躯内底有一种蛋白质，会甲迄重金属个掠掉咧，所以鹅也袂死。但是呢，伊个重金属都含迄蛋白质结合了，就变成绿色的。啊，所以你讲迄食了安那，食了会安怎袂安怎？会重金属中毒啦。哦，啊，但是鹅也袂，因为鹅有迄款蛋白质，伊袂中毒，伊伫个累积、累积、累积。啊，所以伫台湾，咱河口的所在，足济已经无法度饲鹅啊，足济嘛无法度饲蛤啊，啊，所以真麻烦。所以即马啊，剩台西啊个布袋附近吼，哎、哦，污染较无遐严重，啊，有得饲吼。啊，另外一种就是咱北海岸吼、哦，啊个东部亚利去附近迄款的啊。海边的生态叫做岩礁生态，拢石头，拢石头。啊，石头，伊这个所在啊，对咱海来讲，咱都免伫遐藏肉粽夹，伊都袂去予水流去。西海岸拢是沙岸，沙岸变化足大，水会甲沙流去北边，流来南边，啊无就流去海底。啊，所以沙你也无甲固掉的，到时你的海边会愈来愈少，啊无就变形去。有石头的海岸，这石头主人给它固掉的，啊，又出去一般拢足深，啊，所以伫遮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啊渔场，吼、哦。过来就是从啊，搁较外海一点啊，这是咱东部啊特有的大洋生态系统，因为咱东部台东花莲出去啊，无几百公尺，水就拢足深啊，迄条含。一般大洋的深度同款，所以咱伫台湾啊，坐船啊出去，免外远，你都用欣赏哦，去赏金还是赏海豚。喺伫外国有喺坐船坐足久的，我即个去美国啊开会时，啊专工走去啊波士顿诶新英格兰水族馆，哎、啊，
波士顿都伫海边，啊，伊水族馆啊吼有船啊，会用载人去看伫北大西洋迄个 humpback whale 座头鲸，因为鲸去赏鲸拢看两项，第一项就喷水，哦，安尼伫海底看伊啊迄个海鲸鱼喷水啊，真趣味。另外一项就是看那个 flip down， 就是伊会亮起来。啊，尾仔藏落去，尾仔伫水边来拍一个。这就一般咱伫海上翕的鲸鱼的照片哦，精彩镜头拢翕侪。坐船啊去看，为波士顿去看迄座头鲸，啊坐几啊点钟，坐到晕到密密麻麻，啊才开始看到哦，有鲸群哦，海豚。伫台湾唔免。但为苏俄还是华人坐船啊出去无偌远，甚至伫海边，咱都我都看到鲸鱼咧喷水。所以咱台湾大洋的生态系统离咱足近。啊，搁过来叫做温泉生态系统。伫台湾基本上无即款嘞，即款嘞温泉生态系统一般拢伫海底超四五千公尺，四五千公尺日头照袂到，照理来讲。无生命的存在，地球面顶有生命所在，一定日头晒得到，因为日头晒得到，靠着光合作用，靠植物，植物靠生产物件，或者动物来吃。是四五千公尺海底根本无日头，啊，哪有生物？你看这红红的，这是种管虫，这爬来爬去，佮有虾啊，佮有种蟳啊，啊，是那车要靠啥生存呢？所以科学家对这个四五公尺下骹的温泉生态系统足好奇，到尾佮发现讲，原来地球你不一定爱靠太阳来做能量的来源，直接靠啥？靠硫磺、硫磺，一种细菌会用利用硫磺做食物来做伊食物的来源，当作这个生态生产者来代替植物。的角色，啊！伫台湾够济，咱台湾无即款物件，咱无四五公尺深的温泉，但是咱台湾有即款的。在伫咱东北角一个叫做孤山岛的所在，这父母、爸母、爸母的，这拢是海底温泉孵出来的结果，啊！才偌深，这海。有温泉所在，超二十公尺，较无到三十公尺。啊，所以啊、当初阮发现，迄阵要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都对英国打转来。我、哦、大家有兴趣，哎、欸，奇怪，啊，遮有一种有这种生物啊，伫咧下骹吼，咱来看看海底，伊喷温泉是存来一撸一撸吼。哦啊！这温泉喷出来，喷水靠这的温度超过100度，因为硫磺因为水里底变成硫酸，啊，所以这附近足酸足酸，伊这个海水啊，哈，差不多含醋变酸。啊，这里是阮朋友，这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啊，郑明修教授，伊伫遮做研究的时候，甲我讲非常的艰苦，那人泡伫醋里底，啊，回来哦，哦，规个又个酸又个臭。哦，啊，好，全部没个，但是伊是为伊直接做研究，有继续做嘞。当初是1998年的时阵，我打转来，但是开始讲哦，这那真奇怪，因为这拢无生物干这款的，有一种蟳嘛，拢伫下家烧来烧去，干一种生物，而且佫唔是一只两只，为把位走来啊，是生生一个族群直接哩生团，啊，所以。邓教授迄阵就咧问一个问题，讲：哎、欸，伫世界上，咱头头看到四五公尺迄款温泉的生态，伊的原因是有一种细菌啊，伫遐代替植物伫生产物件，互遐生物食。啊，伫遮咧，你20公尺日头照会到啊，所以故事一定是完全无共款。啊，但是伫遮嘛无看到啥物植物啦、啊。啊！是伊是靠啥？即、这个族群是靠啥？伫遮咧生团落去。啊！伊甲即个故事，甲啊研究出来了，登伫全世界上界有名的杂志，叫做《Nature》。
咱台湾做生物的研究，可能伊是第一例发表着这款世界第一流的杂志，甲全世界讲台湾有这样尔特殊奇卡的所在。咱先来讲这只蚓嘛，这只蚓有啥物奇卡？这张相片是我永春读大学时阵共体，伊即马是海洋大学渔业系做教授的一个何教授，伊给我的相片，伊是甲何这只蚓仔名的人。啊，伊甲我讲，你啊摕这张相片，甲人介绍的时阵，特别爱甲人提醒，因为这张相片伫网络上，伊的名叫做煮未死的蚓仔。啊，你啊去用煮不死的螃蟹，一定会找到这只。但是伊甲我交代讲，你千万爱甲你的听众讲，这蚓仔是煮未死的。虽然伊活伫遮，一百度一只，其实其他的因为海水温度也降低，伊活的所在其实差不多三十度左右。正常，咱生物有法度活的所在，这是煮未死的哈。但是伊较奇怪的是啥？看伊的脚，伊的脚，咱走去菜市啊，买蚓仔，来买蚓仔，即款螃蟹类，你也看伊的脚拢像剪刀，好无？剪刀是要创啥？迄生物发展出来要相拍用的。剪刀到我都甲人脚剪好断，要甲鱼仔剪好死，夹好死。但是伊的脚毋是那剪刀，伊的脚那像咱中昼确定要食饭，迄夹肉同款是平。奇怪，即个脚哪会含白的蚓仔无同款？大家拢像剪刀要抢地盘，要抢肉吼，大家伫遐剪伫遐煎。在那修正，伊是安那变作咱夹菜分夹啊？伊只即个口是平，两边是那平那偏钱安尼，是安那呢？到尾啊，去哦，咱郑教授啊，找出原因，因为伫即个所在，伊是要食啥？缅甸的海水是黑潮，黑潮为赤道带来足营养的营养分。而且带来足侪浮游生物，大家要去菜市啊，去买青布啦。咱大家拢知影青布啦，啥物色个无？透明的对吧？青布啦是透明的，煮熟嘞变白的对吧？大家拢知影。透明的伫这水底，尤其是汉尼啊细只，用显微镜啊看会到的物件，透明的伫水底根本就看无嘛。但是。迄个地教授，你研究真够，发现一个现象奇怪。那有当下喷出来的时阵落雪，这迄个温泉口喷温泉出来了，就开始落白白雪。伊甲遐白白雪捡上来看，拢是生物，细只鱼啊，细只虾啊。这个蚓仔就是伫遮，伫捡遮落落来细只鱼啊，细只虾啊伫食。伊伫食这個。物件有通食无？非常多，因为黑潮就足有名，伊足侪鱼啊，拢对黑潮即个浮游生物咧行，包括咱乌鱼嘛是安尼，所以即个蚓仔伫遮生活的环境遮尔无好，又个酸又个热，不无其他的物件通食，但是伊有一项，伊食的拢是熟的。伊免食沙西米，伊只拢有人煮饭好食，时间到温泉喷出来，缅甸浮游生物煮熟而落来，所以无需要大家相怕，物件坐较食袂完，爱啥，你还有法度去甲物件夹起来，所以伊啊发展成加刀安内夹啊，都食无，因为硬了都等于硬了都等于，你一个硬一只，浮游生物拢是一撮一撮，所以伊啊发展成咱纯中道。夹菜迄款夹啊，那中昼大家拢发加刀，互你夹菜，大家都在避免，拢硬无。所以存啊存迄款夹啊，迄物件较夹无，所以生物足趣味的。伊伫遮，伊敢爱一项，伊敢唔惊生就好。所以伊发展这款的功夫，伊免含其他的蚓仔、其他的生物去竞争，大个所在嘛免竞争食物，因为伫遮。但有迄个功夫在伫遮，而且即个所在真好大，因为食的物件真济。即个郑教授甲即个研究，甲即个故事谜题解开，送去世界一流的杂志，甲顶出来，
互人知影，全世界大家拢知影有即款四五千公尺温泉的生态。但是，咱嘛甲讲，咱伫台湾有即款二十几公尺温泉的生态，完全无共款的构思。伫生物界第一界发现讲，生物利用即款的天然的环境、天然的机会，直接发展一种特殊的族群。所以即个即马，家伫台湾有，家伫即个所在有，其他的所在无。所以对生物的知识，永存唔知影，佮提供一个大家有兴趣的物件，用来台湾，知影讲哇，台湾有即款遮奇怪的物件。所以咱台湾的研究。咱台湾在地研究有机会发展出来，予世界感觉讲哦，遮奇卡遮趣味，遮尼啊有知识性的物件。啊，所以啊，这是咱台湾啊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唔通看轻台湾啊。另外一个就是珊瑚生态系统，珊瑚生态系统啊，对全世界来讲，无几个所在有哦。因为一定要活在较烧热的所在，所以简单上，伊伫北纬啊、南纬30度以上，基本都无珊瑚啊。按台湾都要伫30度以内，所以台湾还佫有珊瑚啊。而且有珊瑚的所在，大部分拢是几种尔，大部分拢是用一种做伊的基数，其他的足少足少，所以全部算起来可能无差不过10种。全世界有两个所在有超过100种的珊瑚的种类，一个就是台湾，一个就是大堡礁。所以台湾的珊瑚礁的生态和大堡礁是无法度比拼的。啊，所以照理来讲，应当嘛有足侪人会来台湾畅水啊，含去大堡礁畅水同款啊。古早时代是，古早时代台湾的垦丁是世界有名畅水的所在，因为咱垦丁。这些珊瑚礁生物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你也去水族馆参观，你去看哦，有三种鱼啊，三种鱼啊。水族馆内底上盖精彩、上盖好看的，都一定是珊瑚礁区，因为迄内底靠各种奇奇怪怪形状的生物、奇奇怪怪色彩的生物、奇奇怪怪生活方式的生物。啊，珊瑚礁，珊瑚重要性在倒？你要看种顶顶有无？你看一支一支拢是石头呢。啊，伊的生物组织甲伫表面薄薄一层。啊，这种石头，你看鱼仔一只，伊有法度挖去无？无法度挖。生出来细只鱼仔，逐只拢走入去内底边。大只鱼仔想要食，迄细只鱼仔拢食袂到，因为这天然有一挂阻挡，啊冻掉的。所以遐细只鱼仔有法度大只。大家收水的能力较强的时阵，佮收出来外口，所以伫珊瑚礁的所在，足好生态，生出来后一代拢足侪所在当产，而且遮食物非常丰富，因为珊瑚礁啊，全世界其实珊瑚礁的面积足细足细，咱头先讲一定要活伫较烧热的所在，但是伊的生物种种类非常的侪，已经知影。名有好名的，才10万几种，啊，佫有超8-9000万种，啊，袂好名，啊，是讲你根本都袂发现。我有一个经验，伫绿岛，我有一个研究伫绿岛做，种海绵，那大家想到海绵，拢哦，一层较大层，吼、哦，海绵就是咱即马咧海绵的洗物件，海绵海内底本来咱海绵就是鹅黑来做的。海绵一般伫海内底拢足大长，啊！但是我迄个做个研究，就是迄海绵哪哪存啥，伊就是活伫即款珊瑚个面顶。啊，伊呢，像一张保鲜膜呢，都要把只珊瑚个包甲竖起竖起乌色个。所以打开始个时，人个唔知迄是海绵，讲哎，迄生菇还是有啥物卡啥物垃圾啊？较近看，专家一看，确确认迄是海绵，所以你也无注意看，根本唔知道是海绵。咱头拄讲个8-9000万种，即个物件主要就是安尼估计出来。有足侪物件，其实你也唔是专家，你唔知影。
啊，所以啊，生物种类非常非常多，全世界超过10亿的人口是靠这个食穿，直接间接靠这个食穿，啊，靠这啊产生出来的效益非常非常的高。伊这毋是讲提供讲，互你食鱼啊，食这生物，包括观光，包括因为珊瑚礁所产生出来的效益非常非常的可观。啊，咱的海洋，台湾和世界各国同款有遭遇到足济危机。咱归纳起来，拢有四种：一种就是鱼啊掠伤济；一种就是生物大个所在去用破坏去；一种就是污染；一种就是因为气候变迁所产生大规模的破坏。咱第一来讲讲鱼啊掠伤济的问题。鱼仔料伤济，就是因为咱有需求。因为鱼仔是一种渔业，是一种足重要的产业。咱要食鱼，所以就有人想办法去掠鱼。啊，掠鱼就有人想办法掠较济鱼。古早时代，咱要掠鱼的渔船的船长爱有功夫，爱啥功夫？爱看天色，爱看水色，爱看方向。啊，无你掠无鱼，因为看无鱼，鱼仔伫海底，伊伫外深。伊收什么方向？收偌紧？你也唔知影，你就抓无鱼。譬如讲，咱当下动落了，咱必须要你也准来方向和鱼啊方向收共平，啊，你就必须要使比鱼啊收的速度较紧，你才勾会着伊。啊，另外你也知伊偌深，你帮他放偌深，才勾会着。你知影，你也放唔着深度，放伤深勾无，放伤浅嘛勾无。所以古早时代渔船的船长必须要真有经验，啊，真有知识，无你抓无鱼。啊，即卖渔船的船长无需要呢，因为即卖发明鱼探机，用声呐拍落鱼啊，收倒一方向，鱼啊偌济，有带你放这个网啊无？鱼啊伤少，放落无采油钱免放。所以鱼探机甲渔场拍，伊知影爱位倒。网要放多深，船要开多紧，倒一个方向去抓，才抓到鱼。所以功夫比那时候厉害太多，鱼仔车就无法度走险。而且像这款的鱼法叫大型围网，大型围网专门抓一款大型洄游鱼类，像青鱼、灰灰，还是迄个炸弹鱼、吼、煎鱼，还是大型的哦，啊，一概拢规定的，伊就放一个网啊。放一个网啊！一规定，怎啊来扣起来？比方这只一定，伊渔船一只放一个网啊，七只船啊去扣，这样子，全部鱼啊个围伫这个网啊内底，啊下骹网啊骹甲缩起来，网啊收动啊，大家拢走袂去，收出来鱼就传来扣，啊勾起来，无一只走袂去。所以因为咱抓鱼的方法愈来愈进步，鱼啊无法度走虾米，所以。无像以前，咱抓鱼也是全部鱼群内底一点点啊，即马差不多会用个糟料呀。所以技术的问题造成咱来看1950年和2010年所抓到的鱼啊，你看以前抓起来拢超半人高，你看这鱼啊拢只细只。以前钓到的鲫鱼超过2人高，你看即马钓到的鱼超1人高。在渔船内面顶抓到，你看这侪种，这侪只，即马抓到这，所以有一个结论就是讲，过去抓的拢较大只，钓啊多钓大只，即马愈抓愈细只，变做啥？变做无法多大只，阿袂大汉，大汉甲无法多生后代，你就甲抓起来。永存抓的种类真侪，即马愈来愈少，是啊，愈来愈少。因为安尼抓落了，无法度大只甲生后代，都你抓起来，所以渐渐有诶鱼种都无去啊。啊，所以咱对渔业诶概念必须要改变。咱来甲鱼类当作那北极熊、梅花鹿、诶狮啊共款，是种野生动物，袂使甲当作食物。啊，咱要食鱼要安怎来？咱要食鱼啊，其实爱透过像咱陆上安尼。咱要食猪肉，咱袂想讲好，请假来后山拍只山猪来食。
因为无够通食，而且安尼天然的生产的数量根本无够人去食，所以鱼啊必须要用饲的，用海做场所来饲，还是陆上乌温啊来饲。咱必须要计划，咱要消费偌济，爱饲偌济，啊，饲的鱼啊，遐鱼啊，干来食？伫海内底，遐收来收去，就算讲伊会用食，咱嘛爱甲当作野生的动物来看待，无甲凊彩个掠起食。所以，阮有朋友做海洋生态保育的人，伊甲我讲，伊家食两种鱼，一种是乌龟啊，一种是沙巴鱼，因为这两种拢有咧饲。啊！去，我那还没吃饭啊！点着迄个海料着，哦，又叫要变面。伊讲恁这拢做海洋保育，那大家拢无这款观念。咱渐渐爱教育咱的百姓，咱袂使敢食鸡卡哦，啥物唔捌食过，其实食个鱼也比拢同款啦，拢差不多啦。哦，唔捌食过，恁捌食个，食了共电，电伊就唔甘愿，伊嘛要食啊，所以较鸡卡拢可以食了了。啊，搁过来，咱即个概念嘛开始在改变。这只是去年伫政治网掠到一只大白鲨，掠到这個船长讲：“哦，我做一件好事呢。无这只大白鲨哦，伫海底啊，唔知食死偌济人。其实大白鲨伊的食物唔是人，伊的食人，伊的咬人，是因为电影演剧情的需要。”互你感觉迄只大白鲨足像有迄、那个啊想法，伊要咬人。其实大白鲨全世界会咬人的记录无济，啊，一般是因为人去侵犯到这大白鲨的领域。啊，大白鲨的领域一般拢足外海，人要去咬到机会足少的。啊，抓起来，咱因为错误的观念，甲抓起来，认为甲拍死，当作。武松打虎安尼，好，感觉替人做一件好代志，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野生动物，你无去甲讲，无去侵犯到伊的生活的范围，伊袂甲你讲。啊，所以这款错误观念造成这只大白鲨莫名其妙去用掠起来。啊，大白鲨嘛是一种濒临绝种的海洋生物。啊，所以这咱的观念就要开始改变。一寡海洋的生物，包括陆上的生物，你无去甲讲，伊是袂甲你教的啦。另外一种，就是因为咱要发展咱的经济，啊，因为发展经济的时阵，想法拢较近多，想讲看明年，啊，是讲后个月就要赚大钱。咱伫屏东倒一个黑尾鲫。苏家全伫遐做馆长的时候，用一个黑尾鲫，予遐东港的人，啊，佮周边的人赚足侪钱。啊，大家感觉哦，这馆长有够巧的去想这个方法来赚钱。啊，这馆长无错吼，啊，后壁人吃卡装啊，因为黑尾予你安尼抄来了，大家去拢要食黑尾。黑尾就以黑尾鲫先掠万几尾。聊到尾啊，报纸当年黑尾鲫你有看到，愈来愈少。因为要用食的方式，咱头先讲永续经营的概念，苏家全迄款做发展东港的经济，都毋是永续经营的概念，无迄永续概念。哎，鱼啊，掠一只减一只呢，而且这生鱼会用生细只鱼啊，好掠起来，无机会生细只鱼啊，数量会愈来愈少。所以发展经济，用这个方法发展，早晚鱼也吃了了。所以科学家已经做一个警告：2048年以后，咱可能无鱼也通吃。咱也无要改变咱即马渔业的方式，改变咱吃鱼的习惯。2048年以后，咱无鱼也通吃。咱过来讲，大海所在去用破坏，这台湾特别的严重，因为台湾。财团和政治挂钩，和财团会用伫无应当起厝的所在，起饭店的所在，马上起。这是台东的美丽湾，这里、啊、我嘛和阮一挂学术界的朋友拍拼过，但是到尾也输。输的原因啊、是迄个
到尾迄个啊环评环境评估迄个小组内底四个人，三个是台东县政府的人，一个五个人，两个是屏东科技大学的教授。我拢甲名记起来，后摆绝对要吹算数。伊到尾啊，嘛是哦环境影响评估过。环保署教阮这学者讲，恁上班呐，恁上班上气啦。伊若较早上气，环保署都好多处理。世界无迄个代志，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后迄个上班上气的，啊恁不要紧，这后边咱接进了全部来甲处理。啊，但厝气里边呐，美丽湾、咸阿关、汉尼啊，在乎美丽湾，你用较面顶气、较后边气拢会使啊。你咸阿边一定要气伫遮。因为去你家，这是阮朋友伊做珊瑚的迄个生态，因为海内底欣赏最美丽湾就去你家，遮有咱台湾特有的一种珊瑚，啊，这离海岸才20公尺，用行行会到呢？哎呀，退潮先行会到呢？啊，你想看遮起一个饭店，这敢有好多活嘞？无可能活落啊！所以千辛万苦，遮动动动动到尾啊！因财团讲，我是替地方创造就业的机会呢。啊，所以地方有一挂人，因为啊、要来这吃头路，伊嘛只反对阮去组织去这饭店。但是大家拢想到家己的时阵，无想到全体利益的时阵，咱台湾就是按一步一步沦陷落。好，啊，所以啊、这个所在啊，照目前因已经通过啊，因来继续去。啊，所以咱的进度也较紧。咱若接种，我第一件代志绝对要甲冻结，绝对甲撤销因的执照，互因袂使直接营业。搁过来咱甲看，即个所在啥？即桃园，咱台湾全世界正罕有的一种生态，叫做藻礁。海里底的藻类，一般来讲，死去了后就腐去啊。就游在海水啊，但是这款的藻类是死去了尸体，因为伊的藻类内底有碳酸钙，啊，所以死去了伊的尸体游袂去，那骨头同款流落来。这海内底，这是无讲介奇怪，但是奇怪是伊变成几片，几片了后，这个石头是活的。伊一年一年，因为一直大、一直大、一直大，死的一种地下骹，一直大，所以变作一个礁石。迄几片的哦，迄毋是一块石头，迄几个海岸拢是活的石头。啊，全世界真罕有几片活的石头。啊，这是一种生物，一种生物所形成的一个石头。啊，但是桃园县政府。为着讲啊，即海边啊，因为被保护海岸的问题，大家藏石栏呐，白石栏呐，即唔知为着要消化以前啊那白石栏呐，白了石栏砍落了，拍袂着日头，即石头活的石头就变死的石头，伊就袂够生长啊！啊，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做法。伊本来就是石头，伊特定的伊是沙，所以。伊根本就袂叫海冲走诶，即白石栏是一个足奇怪诶动作，啊，但是都做落啊，做落了讲，我看个拆掉，啊，死就死啊，死了伊都无法度去活，伊这是一点一点活诶藻类，安尼一直一直浮起来，所以也无专家要知识，干了用工程方便，你就会造成即款无法度挽回效果。咱过来看，伫海边，作者咱啊填海，用土粪扫去填出来土地，但是即个因为人较不爱去遐住，拢做工业区。工业区因为想讲遮拢无人，所以空气、海水拢凊彩乌白白。伫白寮，迄、那个啊台塑伫遐起炼油厂，当初讲好诶。遐个所在要做替地方做足济就业机会，而且因为石油的这款炼油本来就是做垃圾的行业，永存伫啊高雄的后进，
哦，迄附近大概都较足艰苦，空气足歹，啊，只后劲已经啊停掉，伫卖了遐，我变做遐，啊遐癌症的比例是比附近的人高足几倍。啊，本来大叔应当爱提钱，再回馈地方去病院，互人看病免钱，都无做。啊，所以这就变成好只财团利用这海来去污染咱的环境。这是咱永春看到的南湾伫垦丁的情形。即马足济时阵拢是像安尼，看这两粒就是核三厂这些地标。全世界去核电厂一定去伫海边，因为伊爱冷却水，水爱冷却，抽水方便。海水抽了，甲放出水，抽了放出水，所以都免惊无水通抽。但是咱台湾敢有适合去核电厂？第一，核电厂必须要起伫一个足温固的所在，才有一个宜恒春断层。这个是古老的断层，当时要离开，唔知影。咱大概记得几年前。迄、那个断层楼顶动过一届，五级的地动，伫恒春。啊，这个所在啊，奇怪，咱台湾哪用核电厂去伫断层的面顶？核一、核二嘛是去伫断层的面顶，即卖核四伫岩寮遐，嘛去伫断层的面顶。其实咱台湾本来就是断层带，去这款危险性足悬的电厂本来就不适合。啊，这是未来咱另外爱处理的问题。啊，你看，这因为咱人伫遮大，去做一饭店，结果只要落雨了，拢变即形的。永春即款水的情形，看到的时间拢无介济啊。啊，过来咱讲看啊，粪扫啊，海，咱头讲占70%的面积，海水的体积嘛足大的。所以英俊说啊，什么垃圾都带在海底啊，伊自然给伊养到无看的，粪扫嘛带在海底，你嘛会无看的，这就是咱一直等、一直等的效果。地球海内底有洋流，洋流产生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地球在动，地球在震动，地球在震动时面顶有水，爱动来对你震动嘛。啊！地球对你震动的时候，水在对你震动，就去弄到壁，弄到土，迄个陆地，伊就要洗翻头。所以，伫太平洋有两个环流，就是因为地球在洗的时候弄到壁，底下夹滚两个洋流，这两个洋流把全球北半球主要的粪扫拢个扣扣在底下，都变成一个漩涡，垃圾怎集中伫这个所在？这北半球有两个看得到的垃圾场，啊，这大洋垃圾涡流把这些空气废料，伊才有深度有才有20公尺，啊，面积足大，吼，啊，还袂扬起的，啊，这些物件，你讲啊，花弟，咱拢无看，敢看袂到？伊所产生的效果已经渐渐发生啊，咱来看讲啊，这个。在很多生物里面，我们看到它有吃到这些垃圾。我们现在看一个影片，几分钟的影片，那个上家你给放那个中途岛的影片。这个影片呢，这个岛是离开我们人大最接近也还有2000公里的地方，简单讲，这根本人无去干扰到的所在，面顶足侪鸟啊！但这鸟啊，去予科学家发现，安那放阿袂出来，有声无影。哦，等下不要紧，不要紧，伊这片头较长吼。这面顶。无人伫遐活动，即中途岛无人伫遐活动，啊！即面顶足济即款的海鸟，啊！结果去遐做研究的时阵，发现即个海鸟足奇怪，
细只鸟啊，有诶啊，都无健康，而且鸟啊死去了，大家看足恐怖，死去了，尸体扬起，留落来物件，大家看剩啥物件？好、哦，你看看规个桌面顶拢是鸟啊咧大。啊，鸟一只生蛋，这是细只鸟啊，嘿，阿袂变色的细只鸟啊。啊，细只鸟食啥？细只鸟当然是靠只个大只鸟去海内底食物件啊，先甲扬起了，甲喂出来。这鸟啊死了啊，尸体，尸体扬起了，看腹肚内底剩啥？拢粪扫。你看这，拢是塑胶塔啦，吼、哦。你看这无健康，强要死。你看死去了，规个腹肚的拢是这。哎、啊，你即马你翕足济只已经死去的鸟啊，留落来尸体，尸体已经化掉啊。这是修内底，修内底，这就是细只鸟啊。这也袂扬掉的细只鸟啊！你看腹肚内底拢食这细只鸟，伊去代食，伊当然为大只鸟的嘴。吐出来好食的，所以这就是已经阿伯大食，都食到有毒的物件，还是食到无法度消化的物件，咁要翘起的细只鸟啊！啊，死了后，伊尸体边啊流落来，尸体扬起肉扬起了，流落来就是足侪咱人类，但伫即个环境内底。无法度扬起的粪扫，阿你讲阿爸紧啦，阿且粪扫拢只只好食哩，咱人食袂着，敢有影人食袂着？所以这个影片，予咱一个足大的警示，就是咱唔通叫是咱淡水海底的物件看袂着，就无代志，伊扬袂起。花的海哈大，何里等？等袂，听袂完。和尚讲 ，OK 了。咱等落的物件，剩只的粪扫，走去鸟的腹肚底，走去只的啊，含有生物的腹肚底。你讲，咱也无要食只的物件啦，咱袂去啊、受到影响。淡水海底的物件，有的早晚有一天会到你的嘴里面。譬如说什么？311地震，福岛那个核电厂，哇，那个楼，到现在还在楼，把它的那个辐射的物件，有毒的物件，都放在海底。啊，放在海底之后，海水那么多，对吧？都扬起，其实你现在去吃鱼啊，你用辐射侦测器去测，测无。不辐射线，但是我给你保证，差不多五年还是十年以后，你绝对测得到。因为生物有一个能力，就是浓缩，那个生物浓缩，伊即马伫海水内底逐步逐步，但是伊会透过植物、浮游的植物去浓缩，啊，遐细只鱼啊、细只虾啊去食这浮游植物。啊！伊个浓缩伫遐细只鱼仔内底，啊，细只鱼仔伊个去予大只鱼仔食诶，伊拢无排掉，伊伫浓缩，啊，伊就浓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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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缩，到尾啊，你早晚有一天会伫你食诶鱼仔内底食着。这已经伫世界有即个例啊，伫永春核弹原子弹要试核爆炸诶时阵，大家拢无伫北半球。伊北半球，咱大部分人类拢活伫北半球，南半球敢向你大，澳洲、纽西兰。啊，所以伫南半球足侪无人的岛，永存法国啦、美国啦，遐原子弹要试，拢走去南半球去遐放。啊，想讲遐离咱人大上远，啊，放了应当影响上细。结果，伫我读册时阵，1970几年的时阵。我的老师在做研究，因就咧发现讲，迄大只的鲫鱼、甲尾鱼、土螺，伊鱼肉内底
都已经测得到迄原子弹爆炸的迄款辐射物质，去测到。是啊呐，是啊，怎样是迄？因为原子弹啊，足奇卡的样，什么款弹崩出来物件是什么款拢固定的，那指纹同款，像崩的你走袂去。啊，所以迄大只鱼啊内底已经有法度测到遐辐射层落落来物件，伫海水内底去有透过生物的累积、累积、累积到大只鱼啊面顶。啊，迄是一粒、两粒，等下弹核电厂伊倒偌济，啊，所以。将机会会透过生物的浓缩，会走来咱的食鱼仔内底。所以我建议大家哦，啊，差不多过五年、十年以后，才五年以后大概去试试去啊。大概要食沙西米，沙西米大部分大只鱼啊。迄阵啊，真正都要带辐射侦测器，后要食沙西米之前，佮拄看卖，看会干无？啊，鸡甲叫哦，这就是危险。另外一项物件绝对袂食你啊，迄叫做鱼腐。咱伫啊，屏东哦，作者用鲫鱼做鱼腐，咱鱼仔肉内底有70%到80%是水，啊，所以你甲鱼做成鱼腐，伊差不多甲70%到80%水摕掉，所以浓缩几倍，差不多4倍，啊，所以内底啊有辐射诶遐污染物质，你就伫鱼腐内底食着比沙西米加4倍量，其实。在这个阶段，咱最好嘛是爱减少去食鱼腐这款物件。我有一个朋友伫高雄啊汉阳科技大学做教授，伊是接受委托伫化验即个大只鱼啊内底重金属的含量。伊甲我讲，你千万唔通去食鱼腐，因为甲我讲，伊测到差不多10件或9件是超过标准的，但是袂使讲。袂使公布出来，因为委托的单位伊家知影尔，啊，就这个量，坦白讲，咱的标准是比危害咱人啊标准较低啦吼，啊较悬啦，所以虽然是超过标准，但咱人食，你也是讲食几公斤的应当无问题，但是已经超过标准啦，就讲长期使用有危险性，所以甲我讲，你千万嘛唔通去食，食鱼腐，不管什么鱼做的。你唔知影安那来，因为做出鱼腐浓缩4倍。啊，本来咱就伫定咧鲫鱼，啊是讲土鲈鲔鱼，测到重金属的超量，何况伊做成鱼腐，绝对是超磅的。啊，所以咱淡水海水的物件，虽然粪扫遐塑胶塔啦、啊塑胶罐你食袂到，但是洋类海水的物件，你早晚食会到。哦、所以咱唔通把海当作是啊、无限会用予咱淡物件粪扫场。海洋的污染会造成啊，足、侪生物会无去。这条线就是咱台湾污染上界重要的一条线啊。啊，一挂生物啊会无去哈、啊，就是因为污染的关系。咱来。第四点来讲气候的变迁，这张图呢，这张图是一个啊、漫画家，伫甲科学家消遣。这幅画就是咱烧几啊年利用石化的原料来发展咱的工业所产生出来的效果，这个是予地球愈来愈热一幅画。咱烧哈侪年，烧哈侪物件，这百货遮尔啊大，咱怎啊个发现？咱用这个拍火武器，敢有法度把这个火拍花？地球愈来愈热，有法度把温度控制落来无？有法度让火候变英俊的温度无？这是一个足大的问号呢。温室安哪来？温室效应安哪来？温室效应就是一寡。气体、二氧化碳呐、一氧化碳呐、甲烷，这些物件也吸收这些红外线。咱所有物件晒了有色的物件，去晒到日头，也吸收这些光子的能量，变成热能，用红外线的方式辐射出来。所以你伫外口晒晒晒，物件晒晒，
米酒被爸爸去帮一烧，一烧伊就用红外线的方式，把迄个光线变作热能放下出来。空气中也有一寡有法度吸收这热能呢，咱的热烧气就无法度释放去外太空。啊，所以这空气，这气体。所以在这几年啊，地球温室效应差不多加这么多了哈。啊，这张图最主要的就是你讲啊，咱永存的温度其实都无啥咧变的。哦，刚突然间冲起来，这是开始咱用石油的时阵，地球的温度诶气体啊哈，诶，荷兰温度压管的气体是为咱用石油的时阵才开始压管。全世界的温度嘛是安尼，哪些个就是讲，咱若假设无用这石油的诶物件，咱的温度用拢哪些这条？但是红色这条就是咱即马温度为过去甲即马的变化，全世界不管倒位温度拢加悬。爱加悬的原因是啥？咱若个直接去测，这是土色的，这是咱过去甲即马。温度的变化，你看土加空气的温度其实变化无济呢。啊，像变化上济，海水，海水的温度变化上大。按讲晒日头也变烧嘛，啊日头落山运动就凉落来嘛。啊，但是因为海水是一个比热较悬的物件。简单讲就是讲，你变好烧嘛无简单。烧落来，你比如温度降低落来，你嘛无简单啊。所以土甲空气伊比热较低，所以烧足紧嘛，冷足紧。啊，伫海水无遐紧，所以因为当年温度按累积伫海水内底。所以咱即摆看全球的气候变迁，温度愈来愈高嘛，看海水就知，因为海水会甲这烧吸掉的，日头落山开始凉凉凉，因为无法度凉到剩十年前较凉，所以温度全部保留掉的。一年一年累积这温度，所以地球会愈来愈烧。这张相片是一个科学家讲，讲起讲，你讲有烧啊，地球会愈来愈热不？看穿的内衫就知。咱阿祖妈进前，小姐的内衫遮大领。啊，这不是为了好看，因为内衫无穿出来好看的嘛哈。内衫穿内底，但是那愈穿愈细呢。内衫内裤为啥愈穿愈细呢？因为这就是全球暖化的一个足重要的特征。因为地球愈来愈热，所以愈穿只好愈细呢。啊，这是一个科学家搞出来，用这个大家所看到、感觉会到的变化。来说明讲，地球真正愈来愈热。啊，地球愈来愈热，咱头先讲，迄个空气内底气体二氧化碳是其中一个足重要的因素。而且二氧化碳唔呐，让地球愈来愈热，而且这二氧化碳可以溶在水内底。永存，咱讲地球的气，就是热带雨林，因为甲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透过热带雨林哈侪植物甲吸收。光合作用，把空气二氧化碳给吸收掉，所以咱讲地球的热带雨林就是地球的气。其实地球内底海水内底佫有另外一个气，就是珊瑚礁。珊瑚礁伊因为伊嘛用光合作用，所以伊嘛会把因为海水内底二氧化碳给吸收掉，变成珊瑚礁的个体。但是你若用伤侪二氧化碳，即下就麻烦啊。因为海水的深度是超8.2左右，上升这里面所需要利用这钙，就咱骨头里面的钙全部无法度利用，因为钙会溶在海水里面，伊无法度吸收伫鱼啊做骨头，伫珊瑚礁做骨头，所以二氧化碳溶在水里面了，就造成一个足大的麻烦。即个珊瑚礁这里面需要钙。来作为骨头的这些生物，会渐渐无法度来利用这海水来底钙，上升会骨质疏松。这在台湾
已经在昆丁发现了。我有一个澳洲的教授来做研究，他把珊瑚一支一支用手压下，说你台湾怎么会用压下，压下白色的灯在澳洲没多，他开始跟我们警告说你台湾的海一定是酸化很严重，要注意啊。所以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不然会让海变酸，不然会让空气变烧，到最后会让全地球的生物会怎么被崩起。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虽然他都要讲啊，这些海洋所遭受的危机是全世界全面性的，咱台湾在世界上咱四边拢是海，咱有遐侪海洋的资源，咱搁较更加爱来重视咱海洋所遭受到的这些危机。啊，今日啊时间也差不多，我今日讲到这，多谢大家。多谢。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餐厅用餐哈，谢谢。